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丽丝。在高雄回来之后，第二晚就入住了刚刚事业的金银岛明星世界酒店。在带大家看酒店之前，先出去夜游，去吃个晚饭先，行去新马路一带，咁揾咗好多间都要等位，冇諗过今晚呢係农历7月14都咁多人出街。时间呢係夜晚嘅7:30左右啦，尝试走上去营地街市嘅熟食中心。估唔到呢真係仲有熟食档未收喎，不过呢淨係剩返一两档。於是呢就坐低咗简单咁食碗面。一开始呢大家睇到嘅係一杯红豆冰啦，劲多红豆。跟住嗌咗个炸云吞啦，系猪肉馅嚟嘅。咁我哋嗌咗两碗面啦，一碗咧系猪扒菜米线，仲加咗少少咖喱汁。上台嘅时候咧，啲猪扒已经切开咗四小件，可能系我太肚饿啦，所以咧觉得好好味。猪扒嘅厚度咧唔会话太厚，又唔会太薄，我觉得咧啱啱好。米线入口咧非常之滑。咁另外一碗咧系牛腩菜面，份量咧系正常，佢个卖相咧都 OK， 牛腩嘅肉质咧都好淋。两个人两碗面，一份炸云吞，一杯红豆冰，咁最后埋单俾钱咧系90几蚊。在回酒店之前先和大家行下夜街，看不看到绿色着咗灯这座建筑物，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的新中央酒店了。它已经是开始拆棚了，但是正式开业的日子还未知。拍摄当晚只是看到拆了一半的棚架由上而下，我就没有走去前面华侨银行的巴士站再拍，等到整栋的棚架拆完再拍给大家看。由市政署呢一度开始，沿路同大家咧行翻去酒店啦。好耐都冇同大家咧行呢一段嘅夜街，行到去旧葡京嘅时候咧，我就会喺外围度兜翻个圈。我知道咧好多观众都等紧咧高雄嘅片，喺呢一度应承大家啦，好快咧可以剪好出片啦。有 follow 开我 IG 或者 Facebook 嘅观众咧，都知道我嘅近况。所以有部分的 YouTube 观众就未必知道我去了高雄回来，虽然是短短4日的行程，但是也拍了不少的片段和大家去分享。当我在高雄回来，我弟弟接机，弟弟就告诉我他订了金银岛明星世界酒店给我住，因为8月尾的时候有优惠买一送一，他自己就住一晚，另一晚就给了我住了，咁我又可以咧开箱拍片咧，同大家分享呢一间全新嘅酒店。过咗马路，我哋继续行啦。咁最初咧，以为酒店事业啦有买一送一嘅优惠，估计咧有好多嘅设施都会未有。咁喺我出嚟食晚餐之前咧，已经喺酒店度影咗一轮噶啦。起码个泳池咧系已经开放咗俾客人去使用。而呢一次买一送一嘅优惠咧，亦都包括咗个自助早餐。虽然咧放工去到酒店之后咧就冇游到水啦，加上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，更加就唔可以落水啦。但是呢我都有入去影到个环境呢俾大家睇。呢个路口向右边嘅方向呢就係去8:30。对面条街咧就有陈光记啦、翠苑酒家，而横街入翻去咧就有马加烈葡挞。
咁大家就陪我一齐继续向前行啦。在舊葡京娛樂場門口這裡走去新翼兜回個圈了。其实天气就不是那么好啦，但是都仲见到月光。嚟到呢一度咧，已经是友谊大马路啦，同葡京湾的路口啦。好快又到赛车啦，今年仲会横跨两个礼拜，因为咧今年已经是第70届。
我哋远睇咧可以见到酒店咧净系开放咗好少楼层咧去试业。酒店的开箱部分留下下集和大家分享了，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多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条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赞好和分享，按个钟仔有新片出就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条片再见。